这真的是太恐怖了。对，这一个方向的话。 看到的就是山谷当中高大的殿堂，翻越4000多、5000多的雪山。 走可以说这个坡度啊是越来越陡，上的时候有点那啥。来了，来电了！这一带其实非常难，这个雪榛子打在脸上生疼。 那边高原反应非常的强烈，为什么？你看一下我周边的环境。20步。我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。 还有4400米，这个架子稍微近一点，我们继续还得往上爬，心脏要跳出来了。